疯了。没错，早该对你这样了。在这里你会一举成名的。我们在公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，是被谋杀的。这不可能是自杀，他随便玩玩。这个嘛，我从来没干过。摆你最喜欢的姿势，咱们出去玩玩，一块儿去吧。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男子汉。该我来干。很不错啊。天知道。我怎么样？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很有魅力。你真迷人，这是真的。谢谢。你听我说，李子，我真的……好了，我想冷静会儿。嘿嘿嘿嘿，你们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事儿。哦，好吧，就这样。走吧，文妮，咱们明天见。我什么也没干。没错，你想胡说什么？你干的好事，你还以为我不知道？每天我回家以后，你在干什么？文妮，回家吧，明天再说，怎么样？Hunter，Hunter，Hunter， 你怎么着，马卡尔？他们要我们到这儿来监视伯伯海顿，我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馊主意了。像你这样倒不错。瞧你这副架势，好像洛杉矶只有他才有那种武器。等你看到那杆枪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哎，要不要总结一下你的那些教训？你误会了，我是说我们应该干脆点把他揪出来，不就完了？那就请吧。各小组注意，紧急情况。在桑塔莫尼克和圣地亚哥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发现一具女尸。我是56号，我们在俄亥俄公路上正开往出事地点。完了。我以前从没见到过死人，
那姑娘就躺在那儿，两眼睛瞪着我。哎，亨特，你来晚了一步，环卫局的人都快要来打扫现场了。嗯，安德森，你说的很幽默。你的车把路堵死了，罚款30元，把它开走，不然我们可要拖走了。劳驾，别让记者进来啊！哎，等等，哎，我说，亨特，好吧。1979年，特里蒙中学。马上查查，再向警长报告。那波波呢？我来对付。你去特里蒙中学查一下档案，看看死者到底是谁。讨厌透了，每回都是老一套。他是谁？在哪儿出生？为什么会出事？你别来盘问我，行不行？我只是不想去。他们继续向上飞翔，直到他们的翅膀挡住太阳的光芒。太好了。你当过模特吗？我演过那个戏。你很快会成为明星的，转下身子。嗯，身段不错。告诉你，这活可不轻松，因为你需要拍许多照片。给多少钱？当模特也没什么，摄影师那儿多的是。当然还需要点裸体，可你将得到许多照片，外加300美元一天。看看腿吧，提高点。请你把扣子解开。别难为情，我每天要看100回，得看看我的货。托尼准会爱上你。劳伦斯·达根先生。对，我就是。你有个女儿叫伊丽莎白·安妮，1979年毕业于蒙特利中学，是吗？对，是这样。莉莉。是谁，亲爱的？马克尔警官，警察局的。达根先生，这是你的女儿。对，是她。很抱歉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的女儿死了。我很抱歉。我们在公路上发现了她的尸体。是被谋杀的。她长得很美，是吗？对，是很美。知道是谁干的？我到这儿来就是因为，也许你们知道点什么。3年多没见到她了，连音讯也没有。她就寄给我们一张圣诞卡。那你知道她住哪儿，有哪些朋友？什么都不知道。大根先生，都是毒品，该死的毒品。奈莉，亲爱的，艾薇，别紧张，你听我说，要像一位富有的女神那样，放松一点，肯定会成功的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对，太棒了！
好，再来，好极了，太棒了，对对，接着来，好，再来一下，哦，好极了，啊，很好很好，对，接着来，挺胸。他父母听到后连反应都没有，那会儿他刚开始吸毒，为这离家出走，已经3年没通音讯了。他使我想起了中学里我最要好的朋友薛礼。我们老待在一起，简直像一对连体婴儿，我们非常亲热，直到他爱上了毒品，开始是吸着玩玩的，后来他上了瘾，做了妓女，我们只好分道扬镳。这都是为了什么呢？我说，你应该叫他滚开，他发疯了。没错，早该对你这样了。我说你真的疯了，你的证件十几号，你非法打人伙计，我要对你提出起诉，我有权。警察局办公室，我们这已经很挤了，先生。可是住嘴，我这叫起诉伙计。嘿，哎，过来，我要提出起诉，控告这警官。我是特维利克警官，是内务处的，我很愿意为你效劳。哦，你少管闲事。你别说，亨特警官有空吗？警长，我正在办理这个嫌疑犯的拘留手续。你过来，激动，就一会儿。你怎么了？这儿我来管吧。啊，这小子他在用橡皮棍子随便打人，他们连拘留证也没有，他是非法逮捕罪，慢慢这你们怎么处理？警长，我正在执行监视任务，穿制服带领带就太显眼了。那自然，可现在没执行任务。这儿除了你，谁没有穿制服带领带？有啊，马考。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？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？你说吧。这规定最适用童子军，可是对侦探来说，我认为这样做就太死板了。亨特，我调到这儿来的时候，大家萎靡不振，士气低落。我认为人们的仪表和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有关系的。现在好多了。也许用不了多久，我们的士气就会提高的。我看不见的吧，还不如组织个垒球队，我帮你见效。你柜子里还有件制服？对，不错。哦，我说由你来组织个垒球队怎么样？这主意好。我是开玩笑的。可我不。好吧。Hunter， 公路旁又发现一具女尸，情况和上次完全一样。吹得不错，我认为可以打85分。午饭时间，请别打搅我。卡洛斯，你说凶手是不是？同一个人，这谁知道？我又不是验尸官，只不过是个看死人的。你不是说过你对死人最有研究吗？1号女尸颈侧有2处伤痕，距离是8.25英寸。2号女尸也是8.25英寸，就是说，这凶手或者凶手们手掌很不小。好了，还想了解什么？既然两者作案方式相同，所以我想凶手是一个人。可你听着，这是私下说说。你可真行啊！彼此彼此。卡洛斯，午饭时间最好别吹了。还有一点，死者的化妆品也相同，而且是全身都涂上了。再见。
这不会是巧合吧？这不可能。再给我倒点酒。托尼，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把梨子给了你，没几天他就死在路边了。我知道另外一个准是艾薇，因为我经常去他的住所，现在不见了。是怎么回事？要是警察看到那些录像，准会找到我这儿来的。哦，托尼，亲爱的，别紧张。没人会看到那些录像，更不会找到你。他们早就卖到东方去了。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托尼？我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求求你，告诉我。你还想不想让我吃饭？好吧，那我出去。你就别瞒着我了，托尼。这事儿你一定得帮帮我。好吧。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要捅出去，我要你的命。15年前，文尼和他女朋友出去玩，后来那女的死在海边，因为没有证人，所以才没有对他起诉。可是，警方曾经指控他的。安德烈，可证据不足，指控撤销了。当时他还处于昏迷状态。我得走了，亲爱的。你是说，文尼杀害了他们？待会儿见。马克，再查查。二号女士身份不明。我这儿有个清单，包括本市所有的专为黄色电影和杂志提供女人的公司。亨特，亨特，我这有份指控，说你践踏了失物的波波海等的公民权。别搅和，波尼。亨特。我说 Matthew， 我早点走可以早点到那儿，好吧？我想见见波登小姐。我午饭还没吃过呢，你请坐。我找了整整一天，去了7个地方，总算找到这儿。我现在就要见他。他今天的日程表排满了，你得另外约时间。嗨。可这是我的日程表。Sandy， 那好吧，你可以去吃饭了 ，Sandy。It's fine, I'm gonna。你请进吧。您有什么事儿？亨特警官，刑侦队。您请坐。有件事，我想来问问你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位姑娘？这照片是6年前拍的。我在报纸上见到过，我一直告诫我的姑娘们要格外小心。这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你们发现凶手了？不，还没有。很抱歉，我帮不了忙。对不起。谢谢。他死得太惨了。是很惨。你的电话，亨特警官。啊，苏西，谢谢。好嘞，托尼·考克伦曾因犯淫罪被捕过17次，都是无罪释放的。他哥哥文森特也不清白，68年因为勒死了一个女人被捕过，但后来证据不足，撤销了指控。啊，和他弟弟合伙干的，地址不清楚，咱们走吧。
来得正好，安德烈亚在等你呢。怎么样 ？Hello。在意料之中。托尼，托尼·考克伦，他就是我说的那个警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。我是亨特警官。什么事儿？这是拒约，想跟你了解一下你哥哥文森特。哪方面？谋杀案。什么？我有些问题想问问他。你把他老账都挖出来了，你没注意指控都撤销了。我只想问你哥哥几个问题，我能在哪儿找到他？他的家在鲍尔大街，可很少在那儿。他常住在女朋友那儿，他叫琼斯，家在卡尔森，有时候他也住在我这儿。可是亨特，你是叫亨特？对，我叫他打电话给你吧。你是在瞎折腾，我担保根本就不是他干的。谢谢你的帮助，就这样吧。你待在这儿别走，我就回来。啊，对不起，亲人。哪一位？温妮，是我。你听着，警察刚刚盘问了我，他们要抓你。为什么？谋杀。什么？那两个姑娘。你开玩笑。抓我？你没看报纸，其中那个就是叫李子的，不是我干的。柯警察又想起了李比，听着，我什么也没干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你别走开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可是我，你现在什么也别说。托尼，文森特，哼，你想把这栽到我的头上，没那么容易。这跟我没关系，你自己明白。你在说些什么呀？别动！听着，那录像带我看了，都清楚了。那两个姑娘是你杀的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那天晚上你杀了李比，是吗，托尼？可你又栽到我的头上。
好，你我都把底牌亮了。当然，李子和艾薇是我杀的，可你错了，我没杀过李比。我怎么能对我兄弟干这种事呢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他们是我杀的。问你，我根本没想到会把你也牵连进去，可警察在追查这事儿。非常抱歉，我想在警察来抓我以前先跟你通个气，我已经向他们自首了。你不必这样对付我，我想喝杯啤酒，你也来点。警察局史蒂文斯警官，喂，我想报告一桩自杀案。自杀？是谁？我。这位叫 Cochran Vincent Tarrant。 是你要找的？他身高多少？他的身高是5英尺3英寸。拇指和食指间有几英寸？哎，亨特，我说你也问的太多了。这案子已经结了，都在说他就是凶手，可是现在还有个问题没解决。你说过凶犯的手一定很大。帮个忙行不行？量一下。亨特，这个太恶心了。拿尺来。只有6.15英寸。他是凶手？不知道。那么你认为呢？我认为侦探是你们，不是我，对吗？对不起，少赔了。要是所有的案子都这么容易，我的日子就好过了。这家伙手小的可怜，怎么也到不了8寸。嘿，杜克，这一项生意怎么样？还兴隆吗？嘿，亨特，我改过自新，洗手不干了。这家伙不开窍，我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。是这么回事，有个女的在街上贩卖毒品，她塞了包东西给我，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看看，就给他们抓到这儿来。又没带领带，你有任务，快去见执行官。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所以要见见衣服。亨特，这世道可不能靠借贷过日子。我马上就还你，给你10块钱。50块。嘿，杜克，别忘了你是在哪儿。给10块。啊，一辈子穿这种新衣服，怎么受得了？哪说理去。嘿，这衣服是新的，还给我吧。好神奇。亨特，阿寇，这是你们下一个案子。下一个案子？老的还没查完呢。公路女尸案结案了，凶手畏罪自杀了。可是他打了2发子弹。那发子弹干什么的？我看不是自杀，案子还没了结。这并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想试试枪坏了没有。亨特，亨特知道吗？那枪当时在他手里，而且扳机上的指纹也是他的。他自杀了，事情明摆着他是畏罪自杀。要是凶手不是他，还会是谁？还有疑点，受害者脖子上的伤痕表明凶犯的那双手要比一般人的手大得多。你知道脖子上的测量数据往往是不精确的，可变因素太多了，
有角度、用的力，还有别的。但有个数据是精确的，不管什么疑点，48小时内查不出来，那它90%将永远是个谜。再说我们人手也不够，要是不想浪费时间，还是去查查这个案子。快去吧。哪一位？亨特，柜子里多放件衬衫和领带。文森特·考克伦不是凶手，我跟托尼·考克伦谈了，他是骗子，一个大骗子，他有条件接近女人，还有个当替死鬼的哥哥和一双大手，告诉你准是他，肯定会找到那些什么录像带呀、胶卷呢、还有指纹，把他和那些姑娘连在一块。我得去结识一下这位托尼·考克伦先生。吸气，呼气，再来吸气，呼气。现在压住右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站直，全身放松，肩膀朝后，注意呼吸。现在吸气。呼气，再吸气，呼气，很好，都不错。我累死了，真够呛。三弟是虐待狂。我叫迪迪，安德里亚，新来的。对。哦，我需要点刺激。我生活里的刺激太少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也不知道那种刺激到底是什么。反正我生活里碰到的那些男人，不是同性恋就是太老了，要不就是些泥娃娃，连床上和草堆里干的那些事儿都不行。是这样，看到的东西和得到以后不一样。你知道，有的人看起来还挺帅的，可是一上床就尽是些废物。我还没见过真正的男子。亲爱的，男子汉嘛，我这儿倒有一个。这地方真不错，舞会还没开始，快回来。托尼，哎。弟弟，你好。你长得很动人，非常动人。谢谢，你也是。是个模特？这个我从来没干过。没干过？哎。哦，不过我也拍过一些录像，随便玩玩。随便玩玩。能不能也跟我拍些？好啊，很有意思。当然。
就这样。对了，对了，听我的，注意要有激情。好，好，坐到椅子上去。摆你最喜欢的姿势。对，对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最后来一张，来吧，随便摆个姿势。你喜欢这个吗？啊？胶卷没了。我说这么办吧，咱们明天拍个够，好不好？好。怎么样？等明天上镜头。无论如何，你该带件武器。他要发现了怎么办？你绝不能这样去，太危险了。哎，亨特，要是有什么危险，我就喊好吗？我嗓子不错。你过去不管什么事儿都把我推在前头，这回怎么胆子突然大了啊？这是两码事儿。嘿，小心点啊。亨特，亨特，我得跟你谈谈。我还有紧急任务报你。你跑不了，我调到内务处，就因为有这股牛劲儿。这门怎么了？还在修门的那儿，我得走了。等着瞧。早啊，你没睡好吧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外景。昨天晚上，我不知怎么老想着你，你真迷人。我要准备一刻钟。你在这儿先化化妆。第五号指控，你对失物的波波还等非法的使用了暴力。波尼，我的理由是他企图逃跑，还撞坏了我的车门。亨特，报告上并没有他企图逃跑或者撞坏你车门的细节。这你报告了吗？这事儿倒也应该查一查。第六号指控，亨特，我在看你拍的东西。喜欢吗？拍得真好。哦，我还有点才能。那还用说。好极了。真好。过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听我说，你是警察？是警察？嗯。亲爱的，咱们出去玩玩吧，
一块儿去，出去玩玩。安了，亨坦。没有，这案子早已了结了。亨坦，你出去。什么？滚出去！好啊，太好了。要我说，他练舞蹈那是献丑，他是一个怪人。嘿，你不能进去。他在哪儿？能不能请你离开这儿？你说在哪儿？我找安德利亚波顿，他在哪儿？已经回去了。五，他的车子还在。那也许还在更衣室。七，八，哎，哎，等等，你不能进去。嘿，警察。干什么？托尼·考克伦在哪儿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听着，你有罪，罪行严重。那些姑娘都是你向他提供的，结果都被谋杀了。我驻守在他那儿，快说他人呢？那是温森的。温森的考克伦什么也没干，是托尼杀了他们。他在哪儿？马里布的哪儿？托尼，再这样你完了，警察局的人马上就要到了。你错了，小美人，这案子早就结了，那些姑娘是文妮杀的。马上要引起轰动了，亲爱的，你明白吗？这已经不难想象了，这最后的时刻，生命与死亡终于在这儿融为一体。哦，对了，知道吗？一切都将在这儿如实地给记录下来。托尼，你别那样，求求你。你在求我？你在求我？嗯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说呀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求求我，说呀，求求我。托尼，你别求求你。说呀，说呀，再说一遍，说呀。
到现在为止，仅仅这桩案子我们就收到了7项指控，还有一件内部事务需要讨论。亨特把一位同事甩出车外。进来，亨特，我们正在谈前两天那件事呢。谢谢警官。再为了一个给我出去。对不起，你们俩明知故犯，不按我的指令行事，幸运的是还做对了。就这回我会老走运，明白吗？哦，亨特，你这领带不错。